还有最后偏高内角已经被变化球给打到膝盖过。哦，这球出棒右半边一球就出现了安打，在八局上中信兄弟一出局之后竟沾到了得点圈了，这也是哇，在游击方向最后张玉成没有防守的机会，而且上的跑者陈俊秀现在卖力的往前跑，哇 out， 哇，这些球反倒是中了，球速良好一坏，右半边来看一下，最后是还是出现了安打，哇，第九分了，终究还是要回来的。江坤宇在比赛的后段连续两个打数都出现了安打，这一回带回了打点，中信兄弟9-4。哇，这个小可爱已经不可爱了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而且他跟岳少伟的对战打击其实表现得蛮不错的，七个打数击出四次安打，今天再加上这个打数，等于八个打数击出50的安打了，投的并没有不好哦。对，没错。哇，但是从保送之后是连续被打了3支的安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lia， 请大家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以及锁定兄弟你来说的 Podcast。